石专员对你的印象可不错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上了趟山，费了点口舌，把他女儿给领回来了。周会长，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铁狮子这帮狗土匪，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对我很客气，比有些当官的还客气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去了，那情况。 可能就不大一样了，人家可是指名道姓要你的人头，幸亏你没去。哎，对了，邵团长，你还欠我一颗人头。行，就算我邵某欠你一个人情，我过两天就带我的兵上山去，到那个时候，我拿铁狮子的人头来还你这个人情就是了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邵团长，石专员为了实现他的宏图大略。 正准备招安这帮土匪，你这么做，不是戳专员大人的后背吗？不是破坏专员大人的乌江防线吗？和蒋委员长的西南大决战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有你说的这么玄乎吗？周会长，你小题大做啊！啊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这看你晚上也喝了不少啊，这样赶紧回去休息，我送这位小姐回家。等等。 苏小姐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们何止认识？周会长啊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是深藏不露。过奖过奖。行，那咱们就各走各的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 白天，我输你一局。刚才掰手腕，我赢了。现在喝酒，你又输了一局。三打两胜，老子是赢家。对，大哥，你是赢家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老子的人了，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。<笑> 为什么不结婚？缘分未到。
什么不问我为什么没结婚？你还是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因为我一直都在找你，我心里一直都没忘了你。我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雪兰，别这样。在重庆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一个小县城的人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见世面。雪兰，雪兰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人总是要变的。可你变得也太快了。我们坐下来聊。聊什么？聊的可多了。那个山坡上的野菊花开了没有？梨花嫂的伤寒病好了没有？还有啊，重庆码头是不是正在招工人？对了，我今天呢刚刚接诊了一个麻风病人，惨不忍睹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说了半天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，简直不解风情。我是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个雪兰，咱们到客厅里坐吧，这屋里太闷了，你看我这一头汗。走，去看。走。来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主要经营食盐、医疗器械，还有茶叶。凡是能赚大钱的，我都做。你撒谎！你凭什么认为我在撒谎？就凭这个？哼，你出手挺快的嘛。我不是跟奸商打交道。就是跟贪官土匪打交道，我虽然不会杀人，但我懂得防身。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是老同学的话，请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我很想知道。你真想知道？那好吧。告诉你也没关系，反正你绝不会是地下党。我是保密局的。请你离开。你什么意思？老百姓都怕你们这种人。你们除了搞暗杀，还能干什么好事？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也没变。不过我真有点纳闷了，你倒是很像共产党。我如果是共产党，可能早就一枪崩了你。你下得了手吗？表妹，表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等一下。石小姐，这晚上走夜路可得多加小心啊，九阳城里的坏人可不少啊。谢谢周会长的好意，原来你早有意中人。不过你可要当心，我这个表妹可是个烈女子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你们俩的好事儿。我跟他能有什么好事儿啊？对了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对，
我是想问问你，冉玉强回来了吗？你是为他而来的，他还在山上。他该不会出什么危险吧？这就难说了，这就要看你父亲下一步怎么走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天不早了。慢走啊。从茶洞、石耶斯、平凯等要塞，一直延伸到九阳城区20公里，均有我们二六三师的重兵把守。共军想要轻而易举地拿下九阳，除非他们插上翅膀飞过来。茶洞那5公里派人防守了吗？啊，对面全是悬崖绝壁，共军几乎没有从那里渡河的可能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们依然将这5公里防线分配给了县警察局、县民团、县保障队防守。看来重庆支部的同志们对我上山营救石小姐这件事争议很大呀。他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，有争议在所难免。从信上的内容看，马书记还是很支持你，所以我压力更大。就算我在替十一堂办事，那也是为了整个策反工作的大局着想。铁狮子这支土匪队伍绝不能为十一堂所用。再者说了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我听说是谢公馆的谢二爷在十一堂面前举荐你上山和土匪议和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。这个人不简单。共军一向爱搞突然袭击，神出鬼没，我们一定要多加提防。卑职明白，卑职定当死守各个关口，确保九阳城区的安危。共军二野的第3兵团、第5兵团已经在对岸集结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呀。是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好。哟，当兵你来了嗦，好像当大官嗦。管他干什么，县官不如县官，咱给他吃开吃开吃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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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你们谁是队长？我就是嘞。你他妈缺德说话！保证完，我是警长。你们来了多少人？保证完，我们来了7个人。让你们守几公里防线？保证完一公里。1公里防线，来了7个人，你们能守得住吗？啊！你们在这抓小偷呢？保长，俺局长府那几人人太多了，明天来俩就够了。混蛋！把你们再喝酒，把你们扔到乌江喂鱼去。腾哥，你说你那么喜欢石小姐，而石小姐小时候又跟你订了娃娃亲。那你怎么不上石庄园家里去要人呢？老子其实早就有这个打算，只不过这次石小雨被绑架，老子没立上什么功，却被周瑜这个王八蛋给抢了。老子现在有些不太好意思去提这事。团座，这你就多心了。你想啊，你先前多次在庄园大人面前啊提出要带着兄弟们去灭掉这帮土匪，可他死活不答应啊。你已经尽力了。没想到啊，有些时候你这小乌龟脑袋还挺好使的啊。哎呀，如果当初石义堂要不是逃亡在外，我跟石小雨早就那个了，说不定啊孩子现在
都会打酱油了。那好，那我就提前恭喜团座了啊。您和石小姐啊，那绝对都是豺狼跟虎豹。你说什么？那个郎才女貌，郎才女貌。来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子有的是才，才气十足。对，才气十足。来，就这么办，你去吧。是。石掌柜。大家都在啊，今天我到前线去看了看，共军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，都说来了，可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。大家都坐吧。乌江天险绝非徒有虚名，共军想要过江，没有几百条船根本过不来，而乌江两岸的船只都被我们销毁了。再说咱们这些弟兄那也不是吃素的，只怕共军虚晃一枪从别的地方入川啊。绝对不会，共军一定会从此地入川。希望大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在这儿我石一堂拜托大家了。今天在前线走了一趟，我看到了士兵们的伙食都很差嘛。没办法，前线太简陋，而且离九阳城区太远，后勤供应非常困难。再困难也得让士兵吃饱了饭，吃不饱饭怎么打仗啊。乔副官，哟，你回去通知一下军需处，一定要多准备军粮，一定要有肉。是。放开我。罗连长，看看外边怎么回事。是。不会吧，谢明远和你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害你？我也想弄明白这件事情，可能是我这个商务会长没有被谢公馆收买，所以就对我怀恨在心，但也不至于将我推向火坑啊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吧？你能不能换点心思？遵命。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，我在九阳埋伏这么多年，除了你应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玉强算不算第三个？哎呀，他才来几天，也不知道玉强在山上怎么样了。你也不知道？不会吧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习惯了。据我了解，铁狮子这个人虽然生性粗暴贪婪，但是还是很讲义气的，玉强在他那儿应该不会有事儿。希望玉强能劝说这个山大王不要加入石义堂的阵营，至少别下山掺和进来。师长，怎么回事？抓住个逃兵。我要回家。放开他。他妈，松开！你们耳朵聋了？这位弟兄，说说为什么要当逃兵，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我老妈病重快不行了。哦，你还蛮有孝心的嘛。乔副官，有来，兄弟拿着。谢长官。不用谢了。这位兄弟啊，我知道你想家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的诸位都有家，我们也想家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共军突破了乌江，我们即使有家也过不上好日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，守住乌江，我们的家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兄弟你放心，我石义堂会跟你们一起在这保护好我们的家园，让我们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。
去吧，去给你妈买药。涂雪兰这几个特务来势汹汹，肯定是针对我们策反计划的。你要盯紧一点。我知道。后天，马书记派来指导工作的老王同志就要到了，你负责接应他。看来上级还是不相信我们能够单独完成策反任务。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只要九阳能和平解放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于少爷，病人们都等着呢，你快出来看病吧。来了。先这样，我们晚上接着再谈。小心一点。董副市长，你来一下。好。这是哪支部队的靶伤？啊，这是谢惠武的保伤队。听说未派多少人来，他们叔侄两个还发生了冲突。谢明远要死守乌江，谢惠武却说应付一下了事。他们能派人来就已经不错了，骨头得慢慢的啃。是。铁狮子的情况呢？这一块本来是分配给铁狮子的，目前没有一兵一卒啊。师座，你能不能请示一下宋司令，给我们增派点援兵啊？我已经请示了多次了，无兵可增。乔副官，有任一枪下山没有？哦，这个事儿呢，得问周会长了。不过求人不如求自己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我想还是我们自己去约见铁狮子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走。走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走亲戚。去哪儿走啊？过乌江。过乌江。爹，抓起来！是。凭什么抓我？看你就像个共党分子，站住！放开我！走。你干什么的？江湖郎中，老总。江湖郎中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谁让你开枪的？去你妈的！干嘛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要不是看在你们少团长面子上，我他妈一枪崩了你！算了，给我继续查，查仔细点。是。事情办得如何？邵尔威这个小兔崽子，他根本就不提守乌江的事儿，他还让我向您提亲。他说这个石家跟邵家早在20年前就定下了婚事，现在应该把婚期定了。他也算是出师有名啊，我要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，把他保安团给收编了。师座，你真要把小姐嫁给那个王八蛋？周大哥，哎，山下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，而十一堂的统一阵营却在大步推进。上级派来跟我们联系的老王牺牲了。这怎么搞的？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。涂雪兰他们早就在城门口守株待兔，老王一出现，他们就冲上去抓捕。
是不是突厥拦杀了老王？是士兵开的枪。我们太大意了，怎么就没有考虑到保密局的特务会破译电报？这件事情我要负主要责任。我已经向马书记汇报了这里的情况，等候组织上的处分。血债还要血来还，处分有个屁用！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？铁狮子已经答应我下山玩几天，并且承诺不会下山守吴江。但是，我下山之前突然得到一个情报。什么情报？铁狮子将在三小时之后下山和十一堂见面。这个话头，他不是提防着十一堂，不要下山当炮灰吗？这出手够快的。那周大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 总不能眼看他们墨守成为一家人吧？还是你去。他们两个人见面，都是惊弓之鸟，都互相提防，其实只要有一枪，他们就要崩盘。我明白了，就当替老王报仇了。记住，只许惊鸟，不要伤人。 这是好，这是好，舒服。哎，那个狗屁庄园来了没有？再不来，老子走了。大哥，你不是说不跟姓石的为伍吗？所以嘛，你就只能跟老子当老二，老子怎么一根筋呢？你说。 人家要是真有那个心，我以他为敌，他派一个团上山，我们还有活路？哎呀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要是谈得好，等共产党来了，这也是条退路。大哥，怎么了，大哥？ 来者不善，哈哈，他妈的，搞那么大的阵势，来那么多人还怕老子吃了你不成？吓唬谁呀？谁他妈的也不是吓大的。大哥，你别忘了，前不久才绑了专员的女儿，他敢不多带点人吗？老子后悔了，应该把他的女儿变成压寨夫人。 哎，叔，他们等在那儿呢。哼，这帮乌合之众，您跟他们谈判不是抬举他们吗？哼，早该在鹰爪牙把他们给灭了。灭他们容易，到时候共产党灭咱们也容易。虽然他们是土匪，但他们手里有枪，我们就可以利用。只要他们能一心跟我对付共产党，他们的一切。 我都可以包容，如果他们立功，我还会奖赏他们。他们过来了，告诉弟兄们，打起精神来。
都他妈给我精神点儿！狮子大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石市长，给我死去的弟兄送抚恤金来了。我石义堂说话算话，你放心。银元，是真的。好啊，石师长，真是言而有信啊。铁狮子失敬了。我死去的弟兄，在九泉之下，谢您了。我不但给你带来了抚恤金，我还带来了委员长亲自签发的任命书。狮子大王，委员长任命你为我263师独立团团长。大哥，哎哎，铁狮子大王，别瞎折腾了，打反了。哦，反了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这个人自小当土匪，就有反骨，看什么东西都是反着看的。你看，我看你们吧，哎，反着看吧，他像是好人；正过来看呢，就不一定了。正了吧？像不像真人君子？嗯。铁狮子大王，我堂堂的一个专员，少将师长，我今天来，我是带着诚意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石师长像不像真人君子？文长到，注意警戒。警戒。铁狮子大王，我是边陲四省的专员，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改编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可以考虑。哦，这话老子爱听。不过我要是提出一个条件，你恐怕不会答应。说出来听听。我要保安团长邵尔威的人头，我那死了的几十个弟兄还等着他的人头祭坟呢。铁狮子大王，你是知道的，邵尔威现在是我保安团的团长，如果我把他的脑袋给了你，就会有别人向我要你的脑袋。铁狮子大王，现在共军已经准备突破乌江，我看啊，咱们过去的恩仇应该一笔勾销，齐心协力，一同对付共产党、解放军。共军过江那是对付你们的，
他不会管我们这些山人的。你要是不交出邵尔威的人头，那我就不带人下山了。如果我把邵尔威的人头交给你，那我就少了一个团。你要是不交出邵尔威，那也就少了我这一个团了。你以为你是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山贼，如恶不作。你别忘了，解放军过了江，先灭我国军，然后再灭你。那要死也是你们死在前头，给老子当垫背的。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嗯，干什么？狮子大王，没关系。既然我们谈不成，我想，我们应该还是朋友吧。的人冷静点，这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。我看就是你他妈的奸计，想让老子乖乖的听命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石某人想灭你，我也不用请别人在暗中来刺杀你。我二六三师灭你，就像演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铁狮子大王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，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改编，为你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，不再听你废话了。姓石的，我心里清楚，殷沼侠死的那几十个弟兄，就是你一手策划的。这笔账，老子早晚要跟你算。慢着，走，别忘了你的抚恤金。哎，过来。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师座，又让他溜走了。
救我，又想杀我。山上那帮土匪，我都制服得了，还怕这些人？如果我们的保障队都让他给收编了，那将来我们还有说话的分量吗？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穿着睡衣跑到我这儿来了？你说这街上人来人往，看见了对你多不好啊？怎么，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？